艾特你想养猫的朋友过来看看，想象中的养猫温暖治愈，安静高冷，可爱迷人。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手欠拆家，一身反骨，快点，每天在家发疯跑酷，自己一个猫也能嗨起来，每天一跑家里猫毛满天飞。所以像我养的风车这种调皮捣蛋的小猫也只能去接受，家里卫生清打扫就行了。家里最近用的是戴森 V12 吸地吸尘器，猫猫很快就解决了，打扫起来轻松方便，一台顶多台。养猫最头痛的应该就是猫毛的问题了，那个带有激光探测的系统一打开，立马就能看到平时肉眼看不见的猫毛跟细小灰尘，强迫症这样打扫起来真的太满足了，床上沙发上一天天全都是毛。你还敢偷袭我，快给我下来，全是毛，我服了。用防缠绕的螺旋系统就能快速的把床上的猫毛吸干净，而且也不会缠绕，顺便可以做个深层除螨。你看，你们全是你的毛，里面还有你的头发。像这种卡卡过过都是风车头的游乐场，搭配那个超窄的缝隙系统，这一下就能深入缝隙，猫猫一吸就没得了。你还想不想在地毯上睡觉了？走开走开，我用地毯专用头给你吸一下，一下就干净了。每次打扫完都是一整罐猫毛，嘎嘎治愈。这家小猫喝奶喝一脸洒一地啊！像这种屋子用这个吸地头，一推一拉，轻松就能打扫干净了，而且很轻盈，不笨重，还很灵活。平时拖不到的地方，轻轻松松就清洁干净了。虽然风车车调皮捣蛋是真的，但是带给我的快乐也是真真切切的。人无完人，猫无完猫，养猫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。至于猫毛嘛，就交给戴森吧。